运气好像有我们的内线。根据他的描述，冷藏室里的东西是一种未知物质，有着很强烈的毒性。那个船员死得很惨。这个计划叫“浴火计划”。我需要设计图，阻止浴火计划。怎么阻止？炸船。 云计号上的张发祥是地下党。张发祥是地下党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在船上已经干了好几年了。喂，我是金井，说。 我知道了，梁老板，你还有所隐瞒。 现在你的职员被我们的人用枪指着脑袋，还有你的四艘船在我们手里。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：说错一个字，一个人死；说错两个字，两个人死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 我不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，你到底有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证明云记号上运的是杀人的武器？煤机关计划周详，国际上禁止使用生化武器和毒气弹。他们之所以利用你的云记号，就是为了掩人耳目。我现在确实没有证据，但是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能跟我说的就这些。 那这样吧，你给我半天时间。至于现在，我还是不能把图纸画给你。为什么？我要给成就三发报，核实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另外，我想跟你探讨一件事。你完全没有必要炸掉云记号，它只是一条船，只是一个运输工具。 至于它运的是什么，它本身并没有错误，对吗？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你说上面有你们的内线，那你们完全可以在他们卸货的时候把这批货毁掉。我没有别的办法，而且云记号在30号会返回乌松口，到那个时候，日本人会封锁整个码头。 云记号是罗真祥设计的，是，因为很多主顾都不相信中国的设计师，所以我就用一个从国外来的设计师的名字，对不对？是。罗真祥呢？我知道，他去吃中饭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说过吃完饭。 他马上就会回家，拿新船的模型。地址呢？赶快写。哦。
老板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人会留下来，他们叫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大一点声说。明白。我真的不相信日本人会像你说的那样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。我相信你有你的办法，所以我还是那句话，在没有证据之前，我不能把图纸交给你。如果你要是坚持公然发电报询问，你不仅会害了你自己，而且还会害了船上的其他人。这个请你放心，我有我的办法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不要再找孟美如小姐。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会给她带来多大的麻烦。如果日本人真像你说的那样狠毒的话，那你应该清楚，要是让日本人知道我和孟小姐在帮助你们，那么我们是第一个受牵连的人。你考虑过这个吗？我当然会保证你们的安全。说起来很容易。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。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？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只是用我的方式来爱这个国家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明天的这个时候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如果我向程九三证明了你所说的都是真的，我自然会把图纸交给你。再见。好像疼崩了，你在这等着吧，我就跟着他。徐光普要干什么去？设计图拿到了吗？你们来干什么？你教我们的备用计划吗？什么备用计划？既然谈不拢，就把他先绑了再说。他说明天给我。这一天拖一天的，拖到什么时候去啊？我没时间了，等到了僻静的地方把他绑了再说。罗真祥不在家，吃饭的地方也没找到。
发现了一些图纸，很像云记号。罗真祥还没有回来，守在那儿。嗨，你认为罗真祥还会回来吗？是。这是哪儿？孟美柔住在上面。谈的怎么样？给他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他说云记号上运的是日本人的生化武器，我不相信。他不会骗你的。他没有任何证据，我凭什么相信他？而且他还说，他要炸沉云记号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美柔。云记号对我很重要，这你很清楚。我不能单凭他一句话就把云记号炸掉，而且船上有那么多的人，他们怎么办？他会想办法救那些船员的。怎么救？连一张图纸他都要依靠我，而且他现在还一直跟着我。你说接下来会怎么样？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咱们把设计图给他，他会想办法帮我们离开上海的。离开上海？我为什么要离开上海？云记号是我设计的作品，上面的船员是我很多年的朋友。如果真像他说的那么危险，我就更不能离开了。这样，我们把设计图给他，他有他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炸船？我真的就不明白了，云记号上运什么东西，跟云记号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相信他。那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他。他是一个可以为了救别人不要自己命的人，你明白吗？可是美如，我不了解他这个人，我分不清楚他说的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我只能凭证据。我待会儿就给程九三法宝。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呢？我不是不愿意相信，就连他自己也说了，日本人对这个事情计划得很周密。那我问你，既然计划得这么周密，他怎么会了解得这么清楚呢？我必须对这个事情慎重。而且他完全可以在日本人装货的时候或者卸货的时候毁掉嘛，他没有必要让你和我还有大家经历这么大的危险。他根本就没有让我去找你，是我担心你才去帮他的。还有，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云记号是你设计的，你会很危险的。再说了，你也恨日本人，我父母的事情你知道吧？你为什么就不愿意相信呢？我跟你说过了，他只要有证据，我会把设计图给他的。他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你不要逼我好不好？没想到你这么懦弱，懦夫。没错，我只是个工程师，我不是英雄。哎，你回来！哎，船长。兄弟们怎么样？情绪很差，我来吧。哦，
大福，嗯，我现在宁愿不是你们的船长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你都是我们的船长，我们的大哥。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像是我们的主心骨。要是你都撑不住，你有兄弟们怎么办？儿归乡，阿根，想着他们，我却没能保护好。东野龙不是说了吗？只要船开回吴淞口，他就放我们回家。大夫，刚才我想通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东野龙很有可能不会放我们回家，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什么打算？自己找机会逃。真想去电报局干什么？他要给程九三发电报，他想确认一下我说的是否是真的。他傻呀！船上有东野龙，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他早就暴露了，只能绑架他。我就说嘛，早把他绑了得了。怎么了？轮机过热。这两天连续航行，轮机是有些撑不住了。阿牛，你小心看着点，轮机全靠你了。是。德强怎么样？好些了。阿牛，你多辛苦一些，再忍忍。是，船长。船长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快点救啊！什么事儿？船长。东野楼让你上来一趟。好，我马上上来。有什么事儿？啊，有人给你发了一封电报，很难看得懂，
知道了。等等。恐怕你一定还需要一张这个才能看得懂吧。这么简单的伎俩想瞒得过我？说吧，谁发的电报？是周秘书。还是罗真祥？还是梁怡彤？在海上行船的人都知道，这是一种特殊的联络暗号。公司很多主管和船员都知道，也许他们只是担心我们。船长说的是真的。我只要一个电报就能查出来是谁发的。请便。华刚，嘿，给梅机关发报，让机警查一下。嘿，还没回复吗？怎么可能这么快啊？要不这样，我先回去取点东西，一会儿我再过来吧。行。那麻烦你再帮我找找，好吧？好的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再帮我找找。嗯。罗振祥出来了。上车。是我们找到的未完成的设计图。小姐，你们刚才在吵什么？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可是罗先生刚才……别可是了，我今天一定要说服罗先生。哦，对了，罗先生要是再来的话，一定要让他等我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
先生，哎，到了。哎，谢谢。你守在这里。好。科长，罗振祥还活着，找到这个，立刻送医院，一定要救活他。我要知道他跟林建松说了些什么。嗨。Thank you.
哎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刚才有人开枪呢。是吗？听见了。哎，我听到了，那是太吓死我了。是吗？就是把我吓坏了。就是刚才楼上住的。楼上啊，楼上。不知道怎么打死人。就算这个楼上了。哎呀，太可怕了。什么事儿？刚才有两拨人开枪打起来了，听说呀，还有人中了枪。封锁医院。嗨。你们两个守在这儿。不要让任何人进去。封锁医院，谁也不许靠近手术室。你不可以进手术室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只管做你的手术，如果手术失败，你以后就别想做手术了。给我守在手术室门口。嗨！血压正在下降，准备输血。这车不能要了。不知道剑松能不能脱身？他肯定能脱身。分头回。嗯。起作用了吗？罗振祥是云记号的设计师。罗振祥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止血钳。血压怎么样？血压稳定。到了，别停，绕一圈。好。
好，到了。谢谢。站住！你们是谁啊？孟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义父呢？啊，两位长官，这位是我们老板的干女儿，请你们高抬贵手，进去吧。啊，谢谢啊。义父，美如，你怎么来了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赶快回去吧。罗真祥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该去找谁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谁也不用找，谁也不要问，赶快回去。小周，总经理，赶快送小姐回家。那你怎么办？我现在自身难保，快回去吧，赶快回去，赶紧走，快走，走啊！那你小心点啊，快走，快！老贾，快把车开过来。哎。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今天有个叫金井的，突然带人过来。孟小姐，你千万别打听，总经理现在很麻烦。那罗真祥呢？金井来找的就是他。孟小姐，你赶快走吧。罗真祥怎么样？正在手术。科长，罗真祥应该还没有把设计图交给林建松。我觉得很奇怪。什么？我的判断没有错误的话，罗真祥一直都是林建松的情报来源。自从林建松知道云记号改装了，已经这么久了，怎么一直到现在才刚刚画完这个设计图，而且还没有交给林建松？还好我们赶得及时，要是再晚一步的话，说不定林建松就已经拿到设计图了。幸好我们及时发现了。林建松要设计图，一定是要炸船的。黑市那边安排的人有没有消息？还没有汇报。现在，罗真祥在我们手里，林建松一定会想办法来救他的。要不，杀了他吧，一了百了。我想要知道林建松的下一步计划。罗真祥暂时还有价值，你守在这里，不能让罗真祥接触任何人。我回去向机关长汇报情况。我会盯紧他的。罗真祥一醒来，你立刻向我汇报。嘿。Thank you.
了。